聚焦强国利刃，直击强军征程。各位好，欢迎您收看融媒体周刊利剑。废旧饮料瓶变身火箭腾空而起，水和压缩空气创造出巨大的推力，在天马行空的创意驾驶下呀，随处可见的物品也能够与国防科技产生奇妙的交互，引领我们飞向未来。本期节目啊，我们继续来走进中国国际飞行器设计挑战赛，了解更多凝结创新智慧的黑科技。卵击石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呢？在我手上这枚65克重左右的鸡蛋，如果从这个高度掉落地面，结果大家可想而知。而它正是我身后这个项目的一个标准载荷。我身后正在进行的项目呢，就是多级模型火箭的发射与载荷回收。这枚鸡蛋一会儿将飞向几十米的高空，只有安全的落地，我们的参赛队员才能得到有效的成绩。
现在火箭的发射一般使用液体火箭发动机或固体火箭发动机，为了获得更大的推力，很多重型运载火箭，比如常见的大型运载火箭长征五号，使用的就是液体火箭发动机。随着技术的发展，使用固体火箭发动机的火箭也越来越常见。这种火箭发射准备时间短，并且燃料更容易保存。固体火箭发动机呢，它是氧化气和这个燃料，它是以固体的形式混合，然后以药柱的形式放在发动机里边。它燃烧的话，可能就比液体的会效率低一些，但是它的优点就是反应速度比较快。等你想去看吗？还看吗？由于每个参赛队火箭的设计结构不同，内部元件使用数量也会不同，因此所有参赛火箭的重量也不尽相同。单枚固体火箭发动机提供的动力是固定的，所以各参赛队选择的固体火箭发动机数量也有所区别。火箭总体重量是有要求的，就是根据你装的发动机的推力是多大，然后你超出发动机的推量以后，飞的高度就会低。那么就是说，速度越慢，轨迹也不一定能打好。就是把速度也要控制好，把高度也要控制好，其实就是一个挺难的东西。计算好各种参数后，就到了最关键的制作环节。每个参赛队都有一套独特的方案，有的为了方便操作，直接利用常见的 PVC 管作为舰体。有的为了获得更高的强度，选择了工程塑料作为舰体，而有的队伍为了提高组装精度，甚至还用上了 3D 打印技术。舰体组装完成后，如何成功点火，怎样控制火箭在指定高度分离，甚至为了安全着陆，降落伞如何折叠安放，都需要做好充足的准备。火箭要实现二级点火分离，然后二级点火开伞，至于这样的结构就需要用到单片机计算机方面的编程知识，里面很复杂。他们现在就是开伞了，包括这个第二级点火了，也有用芯片的，当然这些芯片也有就是说厂家生产的，他们但是大部分都是他根据他们的需求弄过来的，然后也有这个机械结构的啊、都不太一样。由于率先使用了 3D 打印与芯片控制二级分离方案，国防科技大学参赛小组的模型作品，无论完整度还是程序设计，看上去都近乎完美。第一发射81米，第二发射71米，但按道理说应该是能控制在3到5米之间的。与真正的载人航天发射类似，在这个比赛项目中，舰体的形状、尾翼的角度、发射的姿态，甚至纬度、湿度都影响着最终的结果。每一个人为操作的环节都不容出错，一个动作甚至一秒钟的分神，都会让成绩出现较大波动。一向表现稳定的国防科技大学参赛队被视为本次比赛的夺冠热门，但是在瞬息万变的赛场上，不确定因素也让他们感受到了发射失利的沮丧。2、3，准备点火线。光臂点火器开关，连接电源。因为规则要求是不能有信号接出，这就导致我在开开关的时候就是比较的紧张。我想看我火箭到底飞得怎么样，但是我摁开关之后，我一抬头，我就会发现我忘了关我的开关。就给我第二发飞行造成了困难，我第二发的线已经烧坏了，我需要再重新准备另一根线。从各种公式计算到动手制作，这个看似是男队员包揽的项目中，却出现了一支由女生组成的参赛队伍。我们是天津师范大学，可能首先这个男女孩比例可能就会女孩偏多一点，一些喜欢航模的呀同学什么的就逐渐加入进来。制作方面我们其实真的不比男孩差。
更加细心，目的更明确，是这些女生的优势。我们不是说一开始要求就是我们一定要打多少米，肯定不是，我们要成功发射，研究规则，我们要拿到比如说发射分呀，要拿到回收分呀什么的，我们会有我们的一些初步目标，你才去定高级目标嘛。不光我们现在打，然后等一下拆开，77.29，让老师看，让老师看。老师，鸡蛋完整无破损。从基础目标开始，一步一步的进行针对性操作，逐步完善功能，直到完成一枚真正的火箭。这些参赛队员都能沉浸其中，并感受到航空航天的魅力。每名参赛队员都在检验自己的能力，也在比赛中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或许从这一刻起，他们的未来已经与航空航天事业产生了密不可分的联系。然后我想把这个航模在师范大学推广下去，这样的话能把这个航模这个创新呐、科技活动啊，还有这个体育竞技啊，把它都给这个加到教育里边去。拿上，然后让家庭开阔了自己的视野，也是锻炼了自己的能力吧。强烈的为一个目标去做事，这件事情真的很累，也很收获。我们现在信心满满，我们就是来拿第一的。一个废旧的饮料瓶可以做什么呢？在我们水火箭参赛队员的手里，它可是一个宝贝。经过加固连接，安装尾翼，再安装上整流罩，它就是一枚完整的水火箭。看似简单，但是每一个舱段里面的压力和水量都需要经过精准的计算，只有这样才能把我们的无动力滑翔机安全地送上天空。水火箭做这些滑翔机啊，模仿的就是航天飞机的发射和回收，这里面涉及到火箭还有滑翔机，实际上就将里面的空气的势能转化为水的动能，然后通过反作用力推着火箭带着飞机升空，实现发射。同样是火箭发射，赛场上这款特殊的火箭动力更加环保。火箭尾部喷出的不再是烈焰，而是高压水汽。另外，与多级模型火箭不同，火箭的作用不再是装载鸡蛋，而是要将几克重的遥控飞机推送到空中。除此之外，这项赛事对参赛队员的年龄也放宽了限制，第一次给了高中生展示作品和参与比赛的机会。大了小了都不太合适，大了漏气儿，小了装不上。还有就是这种就是尾翼啊这一类的东西，你要是粘偏了，火箭打上就打不直了，可能会转着圈上去，这都是问题。原理挺简单的，但是就是对手工要求确实挺高的。模型水火箭要运载无动力航天器到达一定高度进行分离，水火箭以伞降的方式收回，而无动力航天器要以滑翔飞行的方式返回指定区域着陆。装多少水的问题，比例是多少，带多大的飞机比较合适，你带重了肯定高度上不去，也飞的时间不会太长，也打不高。如果太小了的话呢，虽然能够打得高，但是呢飞机的这个展旋比比较小，它的这个飞行也不一定很长。瓶子中的气压达到多少合适，如何计算发射火箭的角度与风向，飞行器与火箭分离高度如何把握等诸多问题，都需要参赛的高中生们自己计算和解决。第一轮的成绩是因为我们这个火箭打上去之后它偏了，然后它有点向左偏，就导致我们的飞机提前脱钩了。提前脱钩之后再加上一个筋斗，然后转出去之后高度就比较低，然后导致留空时间不够，但是定点可以。第一轮飞的是1分13，就差的比较多了。
由于有留空时间的要求，所以对参赛队员来说，除了设计制作火箭和滑翔机，还需要精心规划着陆航线。从我们今天的比赛中看出来啊，其实我们高中组整体的水平呢是相对较高的，抛开这个我们中学组的大量的那个运动员，他是曾经参加过我们专业的航模竞赛的学生以外，他们在整个过程中他们表现出来的这种心理素质应该是得到了在大赛中的一个历练。火箭模型寄托了青年人奔向太空的梦想与执着，而模拟舰载机起降锚定的则是制胜未来战场啊。如何利用人工智能为舰载机设定航线，自主识别最佳落点，通过这些模拟训练，或许啊能让我们看到未来国防技术发展的新趋势。模拟撞网比赛第一轮现在开始。科技性高，实用性强，多年以来中国国际飞行器设计挑战赛一直紧跟航空航天领域技术的发展，不断涌现出新的项目。在2023年的比赛中，模拟舰载机撞网回收首次出现在比赛场上。我们这个项目主要是模拟舰载飞机、舰载战斗机的起飞和着陆。那么这个竞赛的评分点呢，就是在着陆上面。那么这个项目呢，就是从它的设置上来说呢，就是有一定的趣味性。好，别急，好好好，可以。虽然是新增设的比赛项目，但是也引起了很多参赛队伍的关注。在众多参赛队伍中，有一支来自长沙的队伍尤为特别，与其他队伍都有多名队员不同，这支参赛队伍由两人组成。虽然是汽车相关专业的学生，但航空航天模型是张安明从小到大的兴趣所在。为了参加这次撞网回收项目的比拼，他甚至放弃了大学学习专业的比赛。大概从5月份看到赛事通知的时候，就开始构思这个项目了。因为这个赛道主要的创新点不光在于飞机，也包括一些飞机的一些配套的一些设备。大型舰载机的起飞方式主要包括3种：滑跃起飞、弹射起飞、垂直起飞。而舰载无人机的起飞方式更加灵活多样，在比赛中，很多参赛队都选择了抛投起飞的方式放飞无人机。不同飞机的性能，我这个飞机是适应于自动飞行，或者说是适应于手动飞行，还有就是适应于稳定的飞行和适应于速度、高速度、快速度的飞行。那么这些不同的特点呢，就是从我们航空理论飞行性能上来说，它是一个平衡点，就是你凡是你那个飞机性能好的，操纵性一定是很困难的。那么反过来就是操纵很稳定，那么它的速度肯定相对比较慢。学生根据你自己的技术水平，你去找到那么一个平衡点，来最在你的技术能力下最好的完成这个项目。长沙理工大学参赛队的队员选择了与众不同的起飞方式，那就是弹射起飞。在规则中，它有一个说可以使用弹射器，因为我当时也是考虑过手抛起飞，因为用弹射器比手抛航线飞得更直，速度更快，然后起飞成功的概率就越大。航线直，起飞快，
虽然弹射起飞优势明显，但是制作起来并不简单。如何把飞机固定在轨道上面的滑车上面，滑车的释放机构，就那两个部分让我构思了比较久吧。有难度也要勇敢尝试，经过反复试验，张恩明成功解决了挂载的问题，让飞机模型能够快速离开轨道得到释放。不过放飞角度成为他要面临的另一个难题。他这种架子非常简单，就是一个橡皮筋啊，拉着飞机往后然后弹出去，为了使这个飞机弹出去的时候有一定的角度，他在前面搭了一个折叠椅，凸显了他的这种便捷性。在起飞过程中，轨道需要承受很大的压力，在第一轮完美起飞后，弹射滑架还是出现了一些轻微的损伤，底部的支撑板出现了裂缝。不过由于两轮比赛间有一定的休整时间，通过简单的维修，滑架被再次抬上了赛场。起飞稳，还要飞得快，瞄得准，所有的无人机最终都要瞄准赛场中央的靶标，类似打靶，越接近红心分数越高。在飞行上呢，也允许第三视角飞行，也允许第一视角飞行，也允许程序飞行，让学生就是从不同的技术难度上呢，来完成这个项目。好，拉杆拉杆拉，好，转，拉拉起来，对，好，直，那好，转，转转转转转，好，再转，好，转回来，降高度。这几年穿越机发展比较快嘛，穿越机就是用第一人称视角来飞行的，就希望把这个穿越机的第一人称视角给它融合进去，然后你在撞标靶的时候你可以撞得更准。从起飞到撞网回收，模拟的是一架舰载无人机完整的作战返回流程。舰载机的着舰被誉为刀尖上的舞蹈，技术难度非常大。常规的着舰方式往往是飞行员在一些辅助装置的作用下操纵飞机进行着舰。未来如何利用智能算法来实现舰载机自主对准跑道，然后准确计算最佳的着舰时机，提高着舰的效率和安全性，成为主办方目前正在着重研究的方向。未来战场都是那种电磁环境比较恶劣的情况，那么它有没有可能我们的飞机在没有 GPS 定位的情况下啊，就靠它自主的识别我的这个撞网的这个区域或者说目标，因为我们的撞网设置的这个区域它是有颜色的，而且是有三种颜色，那么它的特征是非常明显的如果后面的选手能够抓住这个特征，用我们的一些智能算法自主的把这个目标识别出来，然后再去朝着它飞，然后撞上它，那这就是很好的一种方式。3、2、1，点火！点火！航空航天是工业项目里最为复杂的高精尖领域之一，也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科技水平的集中体现。它能够吸收各行各业的先进技术，应用到自身的发展当中。在不久的将来，人工智能的发展有望助力航空航天技术迈上新的台阶。本次比赛呢，其实有很多亮点，包括参赛的队伍，包括科技创新的一些亮点，想把这些更好的技术创新的亮点和技术创新的理念，让更多的学校或者更多的学生能学习进去。本身比赛就是一个展示的平台，一个技术交流的一个平台。逐梦空间，共赴新城。逐梦空间，共赴新城。
航空航天事业的发展实际上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期待这些后备力量能够茁壮成长，早日出现在科技报国的一线。好，欢迎您扫码关注央视军事或力荐央视频号，或者通过央视军事的微博微信来和我们互动。力荐，我们下期再见。